李梅没有钱买新衣服，哦，只有旧袜子保暖。开始剪，裙子很旧没关系，保暖是最重要的。在脚上系缎带，哦，可爱的蝴蝶结。衣服上都是补丁，但女孩一直很乐观，她的童年很幸福。哦，凯蒂你好，我们一起玩吧。耶，球进了，胜利！击掌！精彩的比赛。Yes。罗尼，你也来了。你知道会干吗？我没打过高尔夫。有方法的，我来教你。击。Wow。到你了。我不知道，你可以的。击。进球了，进球了，很棒，耶！谢谢李梅，你真棒。孩子们玩得开心吗？该走了，把手给我。啊哈，走吧。吃午饭吗？修剪。末端有珠子，旧耳机线变成线。我们做了一个跳绳。你是活泼的女孩，给你这个，你会喜欢的。酷，跳绳，有玩具了。耶！你好，我们想领养孩子，一个活泼的小孩。李梅，你很适合。哦，宝贝，你真完美。做牙刷，修剪木棍，编。缩小了，哇哦，手柄在闪光，拧紧薄纱条。我们做了小海绵，用热胶填充吸管，涂管子，并增加光泽。这是牙膏和沐浴露，一套很棒的洗浴套装。哇哦，好多漂亮的瓶子。给你这个，里面什么都有，拿得下吗？当然。好的，这有什么？该清洁牙齿了。好清新，哦，薄荷味儿。现在洗个澡，更多泡沫。哦，泡泡浴真是太棒了，真放松。旧衣服放进篮子里，好了，完成。现在为李梅做新衣服，白色 T 恤、接缝和绿松石裤子，运动服很合身。用蝴蝶结夹头发，李梅开始新生活。Yes。洗澡了吗，宝贝？该做准备啦。从头发开始。哇哦，很适合你。好看。哇哦，这是我吗？酷。我的宝贝，我给你带了礼物，这是新运动服，试试吧。哇哦，我很喜欢。而且很舒服，我带了相机，一起拍照吧。美好的时刻，这是第一张全家福。在粉色面料上勾勒玩具，好多细节，没关系，缝鱿鱼很简单。用合成馅料填充身体，添加眼睛，有趣的玩具。宝贝，你还没有玩具呢，我和爸爸给你准备了。哇哦，好大的鱿鱼，谢谢你们，真好。
小猫也喜欢新玩具，它的爪子痒了。嘿，你在干嘛？不能这样，停止，亲亲。宝贝，这个玩具对我来说很重要，知道吗？将塑料环涂成绿色，涂亮片抛光剂，很有光泽。固定织物，用竹子装饰，吸管变成了支撑，孩子们都喜欢蹦床。小心！哦，嘿，真有趣。小狗跳起来，耶！哦，我累了，休息一下，跳太多了。爸爸，哦，这是给我的吗？我先来。小狗来追我，真有趣。谢谢爸爸，你最好了。变三角形，变正方形，变圆圈。在透明塑料上涂胶，加白色垫子使其更厚。哇哦，好多木棒。添加腿，水平条加固部件，三张桌子看起来很棒。不要错过机会，只有今天，艾米里奥的超级果冻，尝尝新口味。哦，朋友们，这个不错，我们试试吧。他们一直试吃，哦，我吃太多了，我也是，再吃一个冰淇淋吧。我准备好了，再见，我留下来，甜食爱好者。做花环，切泡沫纸雕像，放在银绳上。现在做信封，在里面藏花环，用节日贴纸装饰，真是太棒了。亲爱的，不要偷看，再走一步，睁开眼睛。哇哦，我的朋友们，打开信封，有你的礼物，象征家庭的花环，哇哦，很适合派对大厅。传奇派对开始了，嘿嘿，没想到吧，我会打碟。妈妈对着麦克风唱歌，爸爸弹吉他，我的家庭很酷，耶！连接细节做专业相机框架，框架涂成绿松石色，绘制按钮，背面有显示屏，涂上抛光机，可以随身携带相机啦。派对很顺利，记录这个有趣的时刻。朋友们，现在来拍照吧。你们要在我转身的时候改变姿势，谁也不能动。OK， 我来拍照，然后开始吧。快动！好啦，闪光灯，干得好，没人动。继续，有照片了，继续前进啊！哦，呵呵，再拍一张，放进相册里。一起拍吧。准备好了吗，茄子？好了。